各位好，现在为您介绍龙山寺的正殿，这边有不少善男信女，在这儿烧香或者是赏花灯。现在我们往龙山寺里头走过去，先带大家穿过龙门，进入龙山寺中间的大院子。这个像宫殿一样的高大的建筑啊，是龙山寺的主角，又叫主角，也就是正殿，里面供奉着观世音菩萨。首先让我们看看飘过屋顶上的一片白烟，那是从哪儿来的？哦，原来是由香炉飘上来的，好多善男信女正在燃香祈福，四周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栏杆，原来那个地方是在正殿前面盖的一个高起的台子，专供人们呢、焚香祈祷。但是龙山寺啊，香火鼎盛啊，几百年，近几年有了变化。为了避免造成空气污染，寺里从西元2000年开始啊，不再准许烧金纸。2020年更打破过去281年的传统，全面禁止烧香。虽然从此不再有香火缭绕的画面，但是作为台湾代表性的寺庙，做出这个决定，是很值得佩服跟效法的。往正殿里面看，从我们的角度啊，看不到神像，但是可以看到好多人啊正在合十礼拜。据说啊这儿的观世音菩萨特别灵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盟军呢、误炸了龙山寺，整个正殿都烧毁了，只有观世音菩萨的神像，除了脸熏黑一点，完全没有受损。高台下头的大院子里头也挤满了人。有个长条的供桌，让信徒摆放供品，可以看见很多人在供桌旁边啊跪拜。正殿跟前殿之间挂了三串红灯笼，高高的悬挂在人们的头顶，左右两边长廊啊也挂满了五颜六色、各式各样的花灯，供游客观赏。左右厢房也叫护龙，可真讲究啊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两个有着像是花轿的顶子的钟楼跟鼓楼，所谓暮鼓晨钟，他们是用来早晚报时跟在庆典的时候演奏的。就在钟楼旁边，四个人正在屋顶平台上挂灯笼，街边还有人高举双手，大概是叫上头的人小心，哎，拉电线的时候小心呐、可别触电了，可别触电了。